助我们十度的 AED 哈。我们过去以往哈，在 AED 的使用哈，我们都还要劳驾台中市的卫生局来支援我们。那红仁医院呢，因为感念哈，就是医疗团到处哈啊各地服务，所以他捐赠了十部哈的 AED 给我们，包括大家功德会哈，这样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让我们在这个部分上哈的资源不才不会匮乏哈。那我们 AED 的使用上呢，到现在为止哈，像去年的裤子偏工的那个绕境哈，容易六月六号绕境哈，我们也因为红仁医院的 AED 使用哈，那挽救回了哈一个失去生命迹象的一个教班人员。哦，那台湾各地的公庙呢，其实绕境的时候呢，像那种紧急状况的话，我们 AED 都会带出门哈。那比较大型的话，我们带的 AED 就比较多哈。那比较小型的话，我们要带3到5部哈。所以 AED 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哈。那这几年也感谢红仁医院哈对我们这个照顾哈。让我们这个 AED 的使用上哈，可以不用担心哈，可以不用像之前这样子还要找其他单位来帮我们支援哈，非常谢谢。真正的名称叫做临时的哈妈祖，不是临时的神明的一个行宫哈，这个叫行宫。那这种行宫式的就是类似义阁哈，由义阁演变而来的哈。那古代的时候，我们比较早期的时候绕境的时候都是有义阁哈。那这样的车子呢，在绕境队伍里面呢，也比较不会突兀。然后你救护车的话，人家会有禁忌哦，人家可能对这些就比较不喜欢。那这样的造型的话呢，那就比较容易让一些国人哈、一些政头哈、可以接受，让他在队里面可以发挥到他的效益。要往这边了，珍珠拍上了，这你到前面一点。前面。中华会馆红莲会议，咱的董事长陈宏明先生，以及着咱医疗团团长李俊林先生，率领人数